看看的啦，安尼哦。嘿呀，八十六岁高龄的陈阿妈，就算有风雨也到菜园。那个上人给你们的祝福啊，金霞做的那个，泡面呐。哎，啊，这个直接用水泡了就可以吃了。还有这个米果，哎，米果，对，你也去接管呗。阿妈，你也去接无？啊，叔，甲宋江好来好哩，感恩哦。甲叔讲足感恩的，天下第一个，足关心外国安家，拢关心靠背。那我们想说。我们进来这个村庄我们要关怀我们的独居长者，大部分都孩子在外面了，来看看他们好不好？今天祝你喝，感恩啊！谢谢，今天真好，今天我关哦，俺们大家来搞关。一句贴心的问候，仿佛是股无形的力量，在风雨中给予满满的温暖。大爱新闻学员林湘红树，屏东报道。